上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分享今年的共同信息游轮之旅。神不单止用了两次相隔五年的游轮旅程去印证两次的共同信息，而电影《复仇者联盟四》和《挑战者一号》的共同信息亦都是指向五年。此外，神亦都用 Kobe Bryant 的离世成为共同信息，当中的镜面导致就是指导我们有着与他相反的结局得以成全给下一代。日华牧师游轮假期所乘搭的蓝宝石公主号本身就有着代表死人复活、凤凰从灰烬中复活的共同信息，因为蓝宝石公主号原本应该是需要交付的钻石公主号，只不过于建造的时候钻石公主号被销毁，因此将蓝宝石公主号改名为钻石公主号交付，而被销毁的钻石公主号则成为了现在的蓝宝石公主号。并且蓝宝石公主号有一对翼，而五年前的天马座行动正正就是于这一对翼的所在地 Skywalker's Knight Cup 六制。再者，蓝宝石公主号这六个字的笔画就是65画，而蓝宝石公主号的标志就是参考阿佛洛狄忒，因此蓝宝石公主号本身就是形容从灰烬中复活，亦都就是 Freemason 最强调的信息。事实上，刺恩的 Project Pegasus 标志其实都是一只翅膀，并且蓝宝石公主号船头的标志亦都是一对翅膀，令日华牧师理解到对比两次天马座行动其实就是指向天马座的大小飞马。五年前至今我们完成了一只，但是于将来的五年我们就要辅助小狮子完成另一只小马。既然圣殿真正完成是要成为全世界的光，成为全世界的榜样，这样圣安除了要求信仰优质之外，他们年轻一代的小马亦都能够发光。所以游轮之旅共同信息的引发点就是因着 Kobe Bryant 的死而发生，当中包括寻找出14,600,605的进心一层意义。并且2012信息曾经提及一本关于第十行星的书籍，名叫 Cobrin Bible， 读音与 Kobe Bryant 相似，而 Kobe Bryant 的出生和死亡年岁41亦都是共同信息，并且石安于五年之后亦都已经差不多是41周年。事实上石安里面每一个人的离世亦都是神计算过，例如秀珍就是于石安的25周年当日离世，而今年7月17日35周年的当日倒数翻4794日就是2007年6月3日，即是全威牧师当年44岁生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Kobe Bryant 的出生以及死亡，甚至是他的生平，亦都是完全掌管在神的手中，为要铺陈给予我们的共同信息。当回顾这一次共同信息游轮之旅，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五年的成全。正如日华牧师于信主五年后已经开始石安，同样地，这五年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次成全，塑造下一代成为辛苦，因为过去已经成长成为领袖的一群已经是辛苦，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仅有这五年去赶上成为神悦纳的一群，我们一定要给予他们更多机会去建立他们。所以整间教会的每一位都有着我们要预备的地方，因为于这次游轮假期中19这个数字的共同信息不单只是指向日华牧师，亦都同样是指向赐恩的岁数，成为两个天马座行动的共同信息。而当行程继续的时候，无论是到达泰国和越南，疫情亦都会跟随着，所以神的带领是一日都没有偏差地发生。今次游轮之旅亦都出现双子的共同信息，因为蓝宝石公主号和钻石公主号是姊妹船，一艘成为了日华牧师的游轮之旅，另一艘则成为了爆发严重疫情的游轮。再者，就如电影《Back to the Future》对比日华牧师可以有着游轮假期，但是全威牧师却的离世亦都好像是双子一样，由 Twin Pine Mall 变成了 Long Pine Mall， 代表着一生一死。今个星期主日信息将会播放日华牧师所录制的号外信息，分析新冠肺炎的最新形势。